Hello， 我们来到京城，然后这边有一个非常古老的候车亭，怎么样？古早味啊，你看，目前没在用，这边应该只是个遗迹而已啊。哇塞，高炸逼，这年纪很久，然后上面还可以爬上去哦。这应该就是我爸那年代的货车亭，你看到？还有弄个用水泥、用磨石这样弄出来的。我爸那个年代没有错了，你看到？上面也没有写任何的、啊，应该等公车用的。没有任何可以那个，这边脚破掉了。OK， 后车亭。OK， 你再上去拍一下那个。然后这边一个京城圆环的反攻教堡，这个编号目前编号是什么我还不知道啦，真的没有人，有人知道这个反攻教堡的编号吗？有的话可以下面留言 ，OK。古早味哈，明了。上面还有那个，好明了，我拍了一张照。上面还可以爬上去耶哈。走了。哇吼，我还在高空植物耶，走。那个狗炸逼耶，不敢他保留，走了。然后到这边来了，那边蛮凉的啦，那个公园，那个叫富国亭。不，走啦，干嘛？老婆，走啊！这边交通应该是全金门最繁忙的，你看车流量。然后这边没有红绿灯啊，就是绕着这个反攻教堡一直绕圈圈。走啦，你看到？走了，你要滑什么啦？你不知道尿尿吗？走啊，好吧。填写这个他才去啊，才看到啊。什么去了？他没有填写啊，难怪你这都没去。那你自己的问题而已啊。你没有填写，他怎么会记呢？你都不用心把啊，把他那个你要注册什么都那个，你没有填写地址，他怎么会记？走。所以你自己问题很大，你要自己去那个。我女儿比较憨啊，要办那个，然后那些没有写地址啊，人家怎么寄那个东西过来？表格都不会弄，把大部分时间都拿来玩电动、看 YouTube， 然后连表格都不会填，没法懂。这边就没有绿化很好啊。这边好热哦，刚才那个叫富国亭，然后专门走上去，这边一个很大的墓 ，OK， 这个凉亭就比较那个了 ，OK， 所以叫哪个公园呢、啊？看一下，这几个都绿化还不错了。哦，好凉啊！这边才有树荫呢，没看到？现在这边才有树荫呢。我刚从那边进去嘛，然后拍，绕这边。OK。哦，这一段还不错，它有树荫。然后这个凉亭叫什么名字？没有写。这个没有写那个，哦，还有这边有几个大树啊，你看，所以还蛮凉的。然后那边也有，然后这个凉亭都这样子啊。哦，这什么树种还不错、啊，还不错。这边比较凉啊，这边写啊。
那你怎么不知道表格要填呢？我说你怎么不知道表格要填才会寄呢？你们告诉写毕业论文写，还不写？他写了，他说他都没毕业不用写嘛，要吧？毕业了。那你怎么不知道表格要写呢？你就写进门告知啊，问怎么办？不是啊，我说你叫他寄什么那个袋子，什么什么那个是寄什么表格？啊？你怎么会现在才看到这个东西？我问你怎么现在才知道看到这个东西？问你啦，啊，你从七月四号，我问你啊，你从七月四号到现在，你就把你心思花在什么？然后你怪那个表格没有寄啊，因为你没有写地址嘛。啊？那个啊，会不会那个还要求什么？这个要求什么？没有那个，也不会问啊。重点是七月四号，我问你，你七月四号到现在，你有打电话去问他那边那些有的没有吗？都没有吧？不要多啊。然后那边有人要休息啊，闻到。这边还不错了，这边来金城可以这边逛逛啊，这边绿化的不错。哦，太阳下山这边就比较凉一点了。然后这个算有点生活类的啦齁。然后报考大学啊，然后资料也准备没好啦，什么就被动，属于被动啦，没有主动那种感觉啦，所以啊什么不好多。我本身有自己的工作要忙。还要开车载他来这边去办那个啊，今天刚好那边大学那边他礼拜一到礼拜四。有在注册，然后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都没有，一个礼拜只有10天，现在放暑假，到夜间部进修班的，然后很多东西，现在你说现在的年轻人他很厉害吗？网络很厉害啦，玩电动很厉害啦，他很多东西他都不懂，是不是？啊，像我是因为有时候要靠网络一些行销试一下本业，所以没办法，我一定要接触到山西，因为创业真的是没想大家想的这么简单啦，你要曝光度。人家才知道你，对不？啊，这种就这样子啊！你要靠推荐，靠朋友推荐，你要一定会饿死的，真的。好了，分享到这边的啦，这老生常谈的问题啦。OK， 在这个社会上，你要有竞争力，就要自己要强一点。OK， 所以我就很努力一直想拍一些影片给大家看，然后顺便聊一些天的。OK， 好了，你们结束了，这期还没有一分钱，我拜拜见。OK， 这边还不错，你看。绿化的还不错 ，OK， 可以来这边走走了 ，OK， 好了，拜拜，再见。